今日嘅 E T 个股推介咧就系中铁建啊1186，经济日报嘅投资热话组拣选原因咧就话港股维持区间波动啦，以24000去到25000点区间上落，市场睇好中央稳投资加码，今年第一季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加快，股份睇好中铁建嘅。作为龙头企业，中铁建将会受惠于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，公司上个月公布中标12项重大项目，中标价合共超过911亿人民币，相当于2020年度营业收入大约一成，充足的合约订单为公司未来盈利表现带来保障，我预料业绩增长趋势显著。策略上，投资者可以等候5.4附近收集，目标先看去年9月的高位挨近6元，突破再上望6.4，失守5元就止蝕㗎。